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来为小弟接风。小弟因为家庭事务不得不离开上海，让我感到欣慰的是，在我离开的日子中，王朝在众位的光临和捧场之下，依旧是上海滩最好的舞厅。而我们王朝的舞后露露小姐，她对王朝更是不离不弃，在我离开的日子中，是她挑起了王朝的大梁，续写着王朝辉煌的传奇。所以，今天晚上的第一支舞，我要邀请露露小姐跟我来跳，以表达我对她的谢意。下面就有请露露小姐。贵老板，看着自己的心上人和别人交换，心里一定很痛吧？燕九小姐，他们只不过是在逢场作戏，何必当真呢？逢场作戏，恐怕这个理由，贵老板自己都不会相信吧？瞧他们两个跳得那么默契，这种感觉真让人嫉妒。有时候是一个放荡不羁的花花公子罢了，不过他好像在极力地掩饰他身上某种独特的气质。独特的气质？嗯，看看，的确够独特。那不知道严谨小姐会不会喜欢上这种独特气质的人呢？也许吧。
飞机是德国空军设计的一款轻便型战斗机 HE-162， 它的特点是造价低廉，操作简单，速度极快。日军坠落在浙东地区的3722号飞机上所承载的正是这款飞机的主要设备。很显然，日本人从德国人手中买到设计图纸，经过武器专家的研究以后进行了改进。日本人似乎去掉了空战装备，缩小了内置油箱，而且将体积压缩了1/3。可是搞不明白的是，这样一款没有武装、滞空时间极短的小飞机能有什么用处？这正是我们的任务，搞清楚日本人的计划。可我们又不是武器专家，即使有这些发动机的设计图，包括发动机的原型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所以我们要借助外力。借助外力？没错，从3722号的缴获来看，日本人对于这款战机的计划早就开始。3722号运载的这种德国发动机作为这款战机的参考，有迹象表明日本人将会在上海完成这款战机的研制。女设计师安云明天抵达上海，她是我们争取过来的日方的反战分子，也是这款战机的设计者岩田满雄的助手。他会帮助我们分析图纸，然后尽快破译日方这款名为火龙的战机的用途。反战人士安云其实是日籍华裔，在战前遭受过日本右翼的迫害，之后就加入了日本的反战组织。他的专业技能是我们这次计划的关键。李克明，作为行动队长，你的任务是去车站把安云接到安全屋，严密保护。是。进来。喂。追！
那帮人真够蠢的，这么明显的声东击西都看不出来。你怎么不说是我的主意精妙，计划周密呢？你们是什么人？安工程师，我是华侨爱国会的，特地来接你的。太好了，刚刚在码头遇见特高个的特务，还以为会被他们带走。你放心吧，我们会保护你的安全的。你放心吧。我只是猜测。你有什么发现？日本人似乎知道安云到达的确切时间跟地点，这说明我们的情报外泄。但是鼹鼠应该不是上海 CP 核心的员工，因为这个情报只有我们几个知道。如果是核心的员工，那么王朝还有整个地下基地早就曝光了。而且我认为安云这个人本身就很可。
个满口甜言蜜语、百无禁忌的花花李公子，如今却变成了胆小怕事、一副妻管严德性的小男人了。我这叫成熟稳重，哪像你呢？你这衣着品味，这么多年还是让人不敢恭维。哼，前两年是装嫩半娇，这两年又搞得不男不女的。你别岔开话题，我这都是为了工作。你等着，总有一天我会穿一身性感妩媚的衣服让你瞧瞧。好，我很期待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想先看到日军新战机引擎的改装图纸。那什么东西？根据安云得到的情报，吉冈曾经是陆军航空兵，而且他参加了新战机的研发过程，甚至有可能是阶段性的负责人，所以他手上肯定有图纸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去？当然。凭什么呀？因为你是吉冈身边的红人嘛。哦，不去。七姐，我告诉你，这可是工作，这是命令。要这么情绪化吗？啊，有什么事都好商量。坐下。坐下。叔啊，怎么着？哎，这样，只要你答应我完成这个任务，我可以给你奖励。真的？嗯，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。那我想要……哎，等等，我说的想要什么给什么，可是建立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。我可不是什么随便的人。哎，别动！如果你想让我完成任务的话，三天之内不许把这摘下来，这就是我合情合理的要求。嘻嘻，好，既然我说出口了，今天我就答应了。OK， 不动啊。我没动。再见。不许摘。严谨车组，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？还有一些资料需要整理，吉冈大佐要得很紧。原来如此，严谨少佐费心了。严谨少佐的敬业精神，真是帝国军人学习的楷模。你说错了，敬业是帝国军人的本分，尤其现如今，大家更加不能松懈。嘿。这就是我们找到的 HE-162 发动机。
别那么激动，别忘了你还怀着孩子呢。我太激动了，有些失态了。这不是 HE-162 的原型发动机，这应该是初步改进的型号。难道这是日本人新改进的引擎？应该是初步改进型，它比 HE-162 火蜥蜴引擎要小得多。不过对于这款引擎的稳定性，我抱怀疑态度。有什么问题吗？现在还不知道，我需要拆解这个引擎，也许会有所发现。我们正想办法从日本人手里弄到改进引擎的图纸，不过还需要时间。没关系，你只要把你们得到的所有资料全部给我，有了这个实体发动机，我很快就能推导出一切。你们在这儿协助安工程师工作，如果有什么要求和进展的话，随时向我汇报。是。好了，安工程师，注意身体。西西小姐，这么着急见我，是不是东西到手了？你头上的花呢？因为过于珍贵，我藏在家里了。油嘴滑舌，问你件事儿。对于西西小姐的请求，我向来都是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应该是一个警报装置。你挺厉害嘛，一眼就认出来了。你没有弄到我想要的东西，就是因为这个？就是啊，这东西实在太复杂，我一点把握都没有，所以就只能向组织求援了。怎么样，你不会也没招了吧？触手可及的地方。露露姐，你看一下这个。哎，露露姐，我正找你呢。什么事？王大夫说他上次回去以后总觉得安云的怀孕时间和脉象不太相符，他想找个时间给安云再复诊一次。依我看，那个叫安云的女人肚子位置有点奇怪，比正常孕妇的位置高，要不是医生给她诊过脉，我都要以为她的肚子是塞了枕头的假货。不方便工作，你们去搬个高点的凳子过来。是。在任何看似无法突破的机关附近，都会有一个关闭的开关。那个密码越扎眼，小偷反而越容易忽视，把自己放在物主的位置上，你就能找到关键。能聚面具就是最扎眼的摆设，这是原氏六女复仇女神面具。
这么快就发现了，可惜还是晚了一步。还不算晚，至少你还在这儿。我从没打算活着出去。不见得吧，如果不是为了安装这个起爆器，你早就可以把这里炸毁。你想说什么？你不想死，因为你真的怀孕了。我们谁都没有想到。你疯了！你的孩子是无辜的，难道你要他和你一起去为你的军国主义殉葬吗？住嘴！为了帝国，我别无选择。日本人改进型发动机图纸，营救安云，我已经有了新的计划。姐姐，我需要你的配合。严谨少佐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麻生少尉不要误会，我只是听说你和我是同乡，所以过来确认一下。真没想到我和严谨少佐竟然是同乡。你们两个过来帮忙一下，麻生少尉哮喘病犯了，快送到医务室去。大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麻胜呢？麻胜由于刚刚哮喘病犯了，被送进去了。这个混蛋简直胡闹，这样的体质也能成为军人？对了，大佐，里面关着什么人呢？这不是你应该问的。抱歉，大佐。少佐，不必在意，你是帝国的精英，时候到了，你自然知道。进去多久了？还有什么人进去？哦，进去有一会儿了，两名宪兵和一名军医，到现在还没有出来。宪兵，包围司令部！哎，对。发出命令，全城搜捕，一定要找回阿云。嘿，
不会是为了光发牢骚吧？出什么事了？之前我们玩过火了，吉刚现在是恼羞成怒，下了死命令，48小时之内必须找到安云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他要是想见人的话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见尸，那就更不可能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不知道。找你来真没用，要是换了姐姐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却被 CPA 的人带走，岩井少佐呢？岩井少佐正带领宪兵追击中。那你认为安云是否能活下来？要害连中两枪，存活几率为零。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真子弹，要是没有这玩意儿，真要出人命了。报告。怎么了？安云已经知道日本人的计划了。什么计划？安云分析，小鹰战机实际上是人操炸弹，飞机牺牲了所有的生存装置，却加大了内舱。他怀疑飞机是携带了一种特殊的炸弹，由人来操控，定向攻击。可是，在所有的资料中都没有显示飞机的火控装置。所以到现在，他也不能确定飞机到底会携带什么样的炸弹。先驱都是为了圣战而献身的，很多人以为圣战已经结束，以为我们帝国已经走上末路。错，我们要用行动告诉他们，圣战才刚刚开始。玉碎计划已经启动，
这计划就是全体遇罪。